啊，今年啊，毕竟要发生一件大事。今年真是经过几十年的温饱产业沉淀，近两年今年唯一火遍全国，今年唯一食品第一了，谁敢食品第一？人家好几个厂都挺出名的。我呸！他爱谁谁。今年服装市场对面，抢创厂，投资1亿，打造今年一手传世。热了将成为啊，进满谷阳光之后啊，服装人的新起点。你这个厂不要难过，只要有自己工厂的、自己品牌的，才可以入驻啊。四号签约，有实力的工厂，放不动几年的，得抢个好厂。这个八头这个厂，那就我的了，我骂下了。即墨是一座千年商都，同时在很多事物面前，它又是崭新的。或许有很多不足，请给它时间。未来，即墨无限可能。抖音。